住院啊！你搁用调查做借口，你还拖时间，人命呢？你是要甲赔偿金拖到变丧葬抚慰金，你才欢喜是无？真伤过苦，苦啊！苦啊！苦啊！嘛，饮这个产品，啊，身体出状况，差一点嘛，嘛有性命的危险。我了解哦，这代志的严重性啦。我卖产品啊，一定会查明真相，给大家这个交代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艰苦，我绝对会当体会。但是这个伤害证明是玫瑰因造成的，但呢，后壁医药费，不管后壁所有费用，阮金医美绝对责无旁贷，负责到底。不行的啦，啊，不是咱逼恁的啊，啊是安怎？咱要负责到底。再讲，假使伊那是叫咱饲因一世人嘞，安尼绝对会赔不了的啦。妈，是谁唔得呢？到时嘛更认错。检验的结果交出来，够证明是阮金鹰集团的唔对，无嘛？哪呢？是安怎？阮即马都要认错？恁倒去听看卖，这查某人讲的，敢是人话？这间公司就是有一款无心无肝的头家娘，才出这款好心的产品呐、啊，真是受苦啊！我太娘了！你这无心无肝！啊啊啊！啊！哎爸！国庆，国庆，你完了吗？你完了吗？不要紧啦，受个伤尔啊！是多一个夭寿的，摕石头甲阮砍啦！假使若出人命，恁敢赔得起？你的意思是恁的人命较值钱，阮的人命敢能交晒是无？不说啦，继续打啦，打到阮军人骨头啊！打啦！你啦！即马大家拢会激动，别个看人家刺激啊啦嘛！啊，你爸爸拢已经安尼，你讲讲这款话？先替你爸爸机会，给给，你过来，你好厉害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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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太厉害了，我没有买的，我没有买的，我没有买的，李勇，妈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拄只好啉啥？想要知影你啉啥？看你家己的手啊！这块有毒啊！安怎？会惊啊？恁即马家己心碎承认，这玫瑰内底有毒啊！吼，真正是无天良！我够可恶啊！我来，你家己就知影这个物件有毒哦！你无报人名，你无杀人的呀！我死啦！你有加注意，我已经开始全程录影收证了。请保持恁的理性和和平，来表达恁的诉求。若像发生伤害事件，阮绝对会追究到底。现场的各位，我是宏图建设的廖乾坤，一看嘛知我是东东六笑市敢做敢担当的查甫仔。金集团这个玫瑰营的产品，我冇投资。若真正有问题，公司就直接绝对走袂去，请大家看我的面子，莫阁抗争啊！先等伊等结果，若报告真正有问题，阮绝对全权负责。